好的，今天我们的比赛是昆仑决2015重量级16强的资格赛的D组赛。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通过 ABC 三组资格赛，选出了三位选手获得了昆仑决2015重量级16强的名额，而在今天我们将要诞生的就是第四位16强的名额了。是的，去年呢，我们是首次推出了诸神之战世界大奖赛，这个16强啊，都是直接选拔出来的，没有经过这样的晋级赛。今年我们要让它升级。 每一个16强的选手都要通过层层的比赛，最终才仅仅能获得一个16强的席位。哇，所以说要过关斩将才能够脱颖而出。那接下来，让我们马上通过一段 VCR 了解一下16强D组赛的相关情况。2月1日，昆仑决2015重量级16强资格赛再度打响，西提猜、郑兆玉、阿曼斯奥。 在之前比赛中脱颖而出，稳占16强中3张席位，第四个名额即将荣耀诞生。马拉特戈里戈里安、巴猜费尔南多、莫壮伟，谁能顺利晋级？人形雄起巴猜2度失利，本次比赛关乎他是否从此止步16强。接下来进入16强资格争夺时刻。 欢迎回来，这里是昆仑决诸神在线的现场，欢迎各位。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的是男子7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之战。哎，在两位选手上场之前，我想跟显飞了解一下咱们蓝方选手的基本情况，你有所了解吗？这个蓝方选手啊，年纪很轻，但是是近年崛起的一个欧洲的强手啊。 在最近3年之中啊，只输过1场比赛，绝对是胜利军的好手啊！哎，据我所知，咱们的红方选手也是实力非凡哦，获得过多条金腰带，所以说接下来他们之间的比拼也是值得我们期待。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 VCR 来了解一下选手的相关情况。 最剧烈的疼痛不是被击倒，而是一次次被击碎的自信。人形凶器巴猜以86战64次 KO 的高 KO 率，独霸拳坛的重炮手。然而，再强悍的猛兽，也有被猎杀的时候。2015昆仑决南京战。 巴猜重返巅峰的征途再次被重拳阻击，在5秒钟2度饮恨失利。然而，他是战神，痛不该是倒下去的借口，而是再一次站起来的动力。 24岁，比利时才俊马拉特戈里戈里安杀伤指数堪比巴猜，53%的击倒率，就此世界冠军无限信徒。那康尼，我们就，哦，再见啦，干嘛？康尼。 当拳坛老将巴猜与他相遇，今日能否自我救赎 ？Kunlun Fight, I come back again. 掌声有请蓝方选手，来自比利时的 Marat Grigorian。 Thank you.
下来让我们有请红方选手，来自泰国的巴蔡。本场比赛为您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身高176公分，年龄23岁，职业战绩36胜5负1平，19次击倒对手。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76 centimeters tall, age 23,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36 wins, 5 losses, 1 draw, and 19 of those wins come by knockout. Introducing tonight from Belgium.Marat Grigorian， 红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人形凶器巴猜，身高173公分，年龄29岁，职业战绩86胜18负1平，64次 KO， 2010年 WMC 世界冠军，2012伦皮尼轻量级冠军，2012 High Fight 泰之战世界冠军。And now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3 centimeters tall, age 29. His fighting record 86 wins, 18 losses, 1 draw, and 64 times won by knockout. The national treasure champion of Muay Thai, introducing from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Aikpracha.Meenayothin， 有请场上裁判毛景宇。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is 毛景宇。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江苏卫视和昆创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广州站的比赛现场，我是现场解说钟收陈佩。我是中国武术协会刘普雷。下面进行的是70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红方是来自泰国的巴柴，蓝方是来自比利时的马拉特格里格里安，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呢更加的令人关注，充满了悬念。这场比赛不是普通的一个70公斤比赛，它是这个昆仑决这个2015年的这个出生之战的一个选拔赛，这是一个地主的这个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这个巴蔡是这个泰国四大拳王之一，和波球齐名，但是很遗憾他在昆仑决却2战2败，可见昆仑决这个水平之高。因为确实这也是一个高端的赛事的品牌，这么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地方。那这一次比赛对巴台来说依然很难。对方的马拉特实际上是73公斤世界冠军，这是降级打70公斤级比赛，所以实力非常强。开局以后呢有点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巴台呢现在实际上是舍弃了自己的长处，一开始跟对方拼拳，这样的对他应该说是并不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出色的选择。一般来说泰拳手的话腿法是比较厉害的，巴蔡属于少数几个就泰拳手里头拳法相对较好，所以他也经常用他的拳。所以呢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对手啊选择不同的战术。特别这次的这个南方选手比利时的马拉特，这个身高臂长，对巴蔡来说的话怎么能够打这个更好的距离可能挺重要的。
巴台在用拳法进攻啊，上膝啊，泰拳手一般在膝法上和肘法上是比较占有优势的，很遗憾自由搏击比赛是限制用肘的，所以呢泰拳手不一定能够完全发挥出来，而且这里使用膝法呢和我们常常见到的泰式打法的这种用膝是有所不同，因为他的禁止呢用手臂进行辅佐，然后呢使用膝法进行攻，只能够单纯的用膝来进行冲撞。对，纯泰拳比赛可以抱紧然后去用膝进攻。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职业选手呢，叫能够具备扎实的功底，有很宽泛的适应性，能够来者不拒，适应各样选手的对抗。啊，马拉特打得很主动，那压着这个巴泰在打，双方实力都很强，好，而且第一局打得非常激烈，都有 KO 对方的想法。现在马拉特好像占据一定的主动，应该现在整个局势上看呢，对于巴泰还是有所不利。巴泰是刚才用两个腿法来扭转局面，好，两个后手连续。对，正如你说的，巴泰可以更好的用腿法，可能是他的优势。完全拼拳，他不一定能有优势。危险，但是我们看到蓝方选手并没有能够迅速的跟进。啊，但是他这个手已经触地，可能会扣一分。好，第一回合比赛时间到。这个被称为叫三点支撑，当有三点支撑的时候的话，可能就属于有效的打击了。第一局打的就异常的这个激烈，双方没有试探就直接进入肉搏了。我觉得双方也是力图在气势上能够压倒对方。对，马拉特的拳也很好。对，这是一个迎击拳，非常漂亮的这个迎击拳，然后直接这个命中遍布。这里我们生出一点点担心，就是在上面的前面巴泰比赛中啊，他就是因为使用腿法的时候被对方打了迎击，这样呢使得自己功亏一篑，失去了比赛。所以这个巴泰这样著名的选手，他的这个比赛其实挺难打的，因为对手对他的研究会非常多。应该说呢都是做足了功课，对，有备而来。第二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昆仑觉得这比赛其实越来越能打，很多这个来自 Glory 来自 K1 的世界冠军都倒在了这个昆仑觉的这个擂台上。正所谓是高出不胜寒，强攻自有强攻手。对，像今天的巴泰这个比赛也是挺难打的，第一局我觉得巴泰就没有取得优势，这样逼迫他第二局会打得要更主动才行。但对方明显很强，危险，非常危险，可能被击倒。对，这是对方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对方打得很有经验，然后他抓住机会，危险，非常危险。对，对方经验也非常丰富，在取得优势的时候就连续进攻。对，一般选手的话受到重击以后，他的反应会短暂，会比较迟钝，更容易受到击打。对于巴塞来讲呢，他确实也非常的纠结。巴塞也非常的顽强，刚才这么多重击居然还能挺住。对，但是也不能小看巴塞这个地边腿的这种砍踢啊。对，也会给对方造成很大伤害。因为泰式的这种砍踢应该说呢，它这种杀伤性呢还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选手和泰拳手打，不管输赢都有常常这个腿都很难支撑。就算你赢了下了以后呢也是一拳一拐。对，他们的这个边腿非常的有力量，叫砍踢。这个巴泰就是希望跟他肉搏，然后硬碰硬的打倒对方，但这对他也很非常危险。连续后手拳，我们看到巴泰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马拉特在一轮这个狂风暴雨的进攻后，现在稍微有点迟缓。你看巴泰在主动进攻，他这个后手之拳呢，他直接打对方的腹部，应该说呢，这个战术还是比较得当的。双方这样硬拼对体能的要求太高了。对于双方来讲呢，几乎都没有任何喘息的这种时间。对，
马拉特主要就是用拳，这个巴泰有时候用腿，但用拳用的也比较多。西因为有时候距离不容易把控，所以呢没有进行有效的攻击。巴泰体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你看像刚才叫蹬蹬腿，蹬完以后我们看到自己有点立足不稳。对，巴泰也非常危险，因为现在体能下降，防守能力也下降。刚才我们讲的双手有点掉价啊，对，双手有些掉价。这时候马拉特在主动进攻，非常危险了，巴泰可能起不来了，很可能起不来了，看看是难逃一劫。对，因为这个体能不行了，真是出乎意料。巴泰还能站起来吗？这比赛结束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巴泰又一次倒在了这个昆莱杰的擂台上，应该呢几乎是上一次失败的一个翻版。对，巴泰拼得太凶了，这两局拼得太凶了。说这位优秀选手在比赛中呢确实还要做到呢是有力有劣，要力有节，还要张弛有度。对，他主要要攻防兼备。我觉得这个巴泰这两局打得太凶，就是全力进攻，防守我觉得有点做得不够，受到过多的重击。尤其他那个步法应用啊，应该说呢，相对的还是比较的有限。他几乎没有躲闪，然后防守的话呢，没有完全到位，这样的话受到了多次重击。即便他也打到了对方很多次，但是呢，他没有完全那个扛得住。因为根据对手的情况看呢，你这种打法呢，应该是正中下怀。对。对方正好跟他全力平拳，真的是迎头相撞啊。对，这个战术上可能会有一些欠缺。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显了，经过裁判裁定，蓝方选手在第二回合2分43秒 KO 对手获胜。祝我蓝方选手，蓝方选手 Grigory。 但是我们同样要把掌声送给来自泰国的巴泰，因为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无论输赢他都要把精彩奉献给这个擂台，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他在这个擂台上竭尽全力的奋力一搏。太遗憾了，刚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2015年昆仑决的诸神之战世界大奖赛第一组的第一场比赛，非常遗憾巴猜再次倒在了昆仑决的擂台上。其实真的是很遗憾，因为他在泰拳方面真的是非常强的一个选手，也许是泰拳的影子在他身上太浓重了，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他总是对自己的头部疏于防范，所以很遗憾不能再晋级 了。我们也要祝贺马拉特可以有机会向我们的十六强资格能够再迈进一步，所以说接下来将会是谁跟他对阵呢？让我们拭目以待。